含笑六只锅料理大赛，秀心和林雪凤不会做菜，让李毅和苗可丽笑不出来。雪凤姐有常下厨的机会吗？没有呢。雪凤姐之前我觉得她做小鱼干超好吃的，刚刚跟她聊天才发现说她骗我的，因为那是别人做的。秀心的拿走菜是什么？啊，番茄炒蛋。天哪，还有蒸蛋。啊，又少一只了。谁叫你叫她做的啦？我没有教她怎么做，然后教她怎么做。我就说我怎么煮蛋，你现在就是这个。那天都抓走了。先来试试看，吃什么菜？几个？你也准备到吗？你看起来很会做菜，你看你切得多好。其实我以前常做，后来来台北拍戏就没再做过。可是你第一次上我们节目，跟林静茹来的时候，两个都不会做啊。要看跟谁啦，我今天跟他，我也不太会做。我也这样觉得，我本来也不做了，好不好？谁来帮我做？六号选到的是。我现在就是先编，好，待会我会把这个。豆瓣酱放进来，虾米要放进来煸虾，香气要炒出来啊，这也是香气要炒出来啊。先来，快！一号选到的是，那就是你会跳舞的。不是啊，我说各位太太啊，你们如果嫁对老公就是这样。感谢各位，再次嘴馋，欢迎收看《型男大主厨》含笑六只锅料理大赛，欢迎。是的。各位已经看得很清楚了，在后面的扛棒上面已经写了。是的，各位或许听过含笑半步癫，但绝对没有看过含笑六只锅，对不对？得了，事实上得了锅子就得笑哦，应该是含着眼泪再带着微笑，是不是这意思？是这个微。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叫含笑，他有没有亲戚叫别的名字？该不会就叫酒泉吧？哎呦，哇，你反应好快啊！事实上，含笑是一个食堂来的，不是池塘哦，是吃东西的食堂。食堂里面的主要演员今天是一王三后的组合，没错，来到这边呢，欢迎吕雪凤大姐、苗可丽、秀心、李毅，欢迎四位。这支美丽的队伍啊！弟弟不叫是不叫酒泉，你弟弟不叫酒泉，叫做叫含睡。四位不得了，含笑食堂的李毅这次陪他们上节目，还是你有演吗？我有演，男主角。我有演。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拍的？你天天上我的节目，你什么时候去拍的？哎呦！可以偷学啊，因为我们戏里面就跟食材有关，而且他是天才厨师呢，在戏里对厉害，很合理啊，搞不好是里面今天最会做的嘞，因为雪凤姐我们没有见过啊，对，你以前是歌仔戏歌仔剧团出来的，对，硬底子，对，好来，等等，老师，随便来个，厉害，来的亲爱的哟，欢笑食堂啊，啊是啊，讲起又好看。含笑六支三，六支锅哟，六支听，六支听，哇，厉害呀！你看这一唱，观众印象就深刻，真的。而且我终于听到正宗的即兴歌仔戏，厉害呀！我每次都听到陈哥乱唱。我们再唱，人家会以为说三立晚上10点礼拜五有歌仔戏啊。
好，今天呢为什么叫含笑六只锅？因为啊会有六只锅一次要送给大家。哎呦，一次送六，而且这六只什么意思呢？按照比分，概念上是比分，有本事一边全输一边全赢，六只锅带走，一边是四分一边两分，四减二那就是带走两只，就这么简单。菜名是什么？来，詹姆斯。三杯鸡蒜香地瓜叶。雪凤姐很少下厨，然后她就做那个这个地瓜叶，然后我就要做三杯鸡。对，我十分的诚意，我的这一辈子第一次就献给了我们这个节目。人家秀琴哦，她就是只会吃不会做哈，所以她就等于是家里佣人，二十岁嘛都不太会哈，所以就是我负责呢，就是煮的部分，她就负责帮忙拿锅子啊、放锅子啦、我装她东西啦、啊切切东西啦，应该没有问题啊。因为雪凤姐，我是她完全不会。看来两边来宾都有一位不太会做菜，但他们都有自己的作战策略哟。究竟这两道菜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？我们请阿基师来给我们一点提示呗。阿基师，请重点说明。好，最主要三杯鸡呢，千万不要过油。那你懂得运用的话，尽可能利用那个鸡油来做烹调的动作。三杯里头酱油为主，糖为辅。莫伤甜，莫伤咸，肉爱烧好嫩，烧好入味。好，然后那边有一个红葱头，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来用。一个部分就是三杯鸡起锅之前呢，拿来提香，另外保留一点炒那个地瓜叶可以用。啊，莫别记哦，来对滴油，是不是好利用滴？擦含几条啊？莫提去做三杯鸡哦。这含几块是菜还是汤哎？拢会使。啊，你爱食菜还是爱食菜？你是来比赛，不是来办桌的。来问人客的。无啦，葱头、蒜头的有炒出来就好啊。好。爱骨溜哦，吼，爱骨溜。骨溜。六只锅，含笑等着你们，好不好？ Yes。好。来，两位母女请，两位姐妹请。好了，准备八分钟做这两道菜啊，请分配一下战力，预备，计时开始。好。什么啊你？每次我都觉得我的菜都超难的。大家菜不都一样吗？你菜超难。就是可以分配到三杯鸡的。对啊，我好想做那个。可是雪凤姐应该会做。雪凤姐有常做菜吗？哪一个锅子？你要哪一个？因为我想要先把鸡肉先好，好，锅热一点，专业对，比较好切。然后太大，你先用这个好了，你先用你的蒜。好好好。雪凤姐有常下厨的机会吗？不行，没有呢，没有哈，没有。雪凤姐之前我觉得她做那个小鱼干超好吃的，然后我就很想跟她什么都吃到了，拍跟她拍牵手的时候，然后到刚刚牵手啊，对对对，然后刚刚聊天才发现说她骗我的，因为那是别人做的，真的假的？她有瞬间觉得也骗太久了吧？真的，很幻灭，对不对？对，整个都幻灭掉了。直接丢吗？你不需要切吗？要切吧，雪凤姐。切一下，蒜香的感觉应该是蒜末。对对对，要那个蒜。我不接，我要用拍的。为什么你刚刚的姿势好像在丢骰子？对呀，就这样丢。你真的会做菜吗？不会嘛。我帮你拍一拍好了。好，继续加油备料。好好来。来，我们快关心隔壁那对母女来。哇！哎呦，炸蒜油哦。对呀。这个要下去，好漂亮！然后烫点油，烫一下，因为阿基师有教说，这个一定要烫才会有腥味啊。来，黑麻油补一碗来。对啊，我刚不小心打翻了。可是阿基师做三杯鸡好像没有看他烫过。有啦，烫一下，他们不要下去煸嘛，不是吗？你真的是有看阿基师做的。对啊，阿基师做法很多种啊，烫的也有过了。好，赶快捞起来，也不要烫太久，我只是要把阿基师给烫那么快吧。看不到，这样应该可以了吧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因为我们还要留一点那个鸡皮的油哦，还可以爆香啊，对不对？就不要了，是吧？这个水，暂时先不要了。哎，好可怕！慢慢走，要快点，动作再快点哦。可以吗？来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这个热锅一下。我先热了。你不需要多一个电来做菜吗？对，你们留个位置炒一下地瓜叶。那地瓜叶，我想要怎么样？留个位置炒一下地瓜叶。地瓜叶，我想要怎么样？对，我要干嘛？你冷静。对，你需要。我要干嘛？我要叫你冷静。拿走啊！
等一下。哎，那个香油，你那边一分钟拿回来加热就好了。我知道，不要。你这位定得那边上来。好，先拿走。我只是想说放刚刚没有刚好，还蛮刚好的。这个香油，香油，放一点香油，换一个，放一点香油哈。还有六分钟。香油也不要太多，因为阿基斯不喜欢吃油。那我们就先把这个椒，姜先放进去，把它爆香一下，因为刚刚这个实在是冒烟喽，冒烟太热了哈。然后再来呢，来，你姜酱就够了。姜，哎，不够吗？因为我们等一下，对，你的地瓜叶不用啊。对对，哎，都放下来了，你们留下来做纪念吗？这样爆一下哈，纪念吗？爆一下，爆一下，然后呢？那这个也辣椒爆一下，你要先煸蛋。是那个的，你要先拿冰到 QQ 的，啊，冰到 QQ 的，对啊，三分钟哎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辣椒酱够吗？好，三分钟真的蛮花时间的。好，加油，来隔壁，加油，谢谢，谢谢。炒地瓜叶啊，哎，对啊。你现在切鸡肉的，对，不要切得太小块，冷静一点，不是鸡丁哦，三分鸡不是小鸡丁哦。好，切就算了，来准备，快。要炒鸡了是不是？还有四分钟，什么？四分钟而已啊。赶快，赶快了，微服啊！希望还救得回来。来，掌握一下那个三杯的感受哈。好，他们那个雪凤姐呢，她把红葱头跟蒜头已经放进去了，对不对？我的差不多了。都标逼的，好不好？没办法。对。要塌掉了哈，隔壁来走。可以用大火。八分钟。不要再念了，可以的，冷静。怎么那么忙啊？八分钟怎么搞啊？可以的。哎呦，好厉害哦！你的含笑今天以后会变得含冤哦。你们含笑食堂拍完了吗？还没，还在拍。对。他现在要拍续集，含笑澡堂了。酱油吗？秀群的拿手菜是什么？番茄炒蛋。天哪！你现在才知道吗？还有蒸蛋。啊，又少一只了。还有三色蛋，不要太多。你那个要炒蛋。太直播了，快点剥开。为什么都是蛋的料理啊？因为我喜欢吃蛋。我觉得蛋最简单，但是又最难做。荷包蛋啊什么的我都喜欢。啊，不爽。还有两分钟，两分钟。可你不要走啦！不下，你还没调味嘞，差不多嘞。没有，先放蒜头啊，差不多了吧？调味，对。来，来点。你刚才煸酱有煸得够吗？够吗？也可以，可以。哎，我拿盘。可你再乱乱走。这什么？这什么？香油，麻麻油，酱油，酱油，酱油。你真的在乱倒了，我的妈！没有，我跟你讲。因为猪给灯哦。哎，我先把它拿起来，等会拿。要喂一下。一下，阿基斯有敲，要盖子吗？要喂一下，哎，等一下砂锅要准备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？好，一直拉它。水太多，让它挥发一下。挥发一下就完成了，好不好？不要直接加酒挥发，来隔壁来。怎么了？我知道，谁叫你叫他做的啦？我没有教他怎么做，然后教他怎么做。刚刚他还没切对就好了，我就说我怎么煮蛋，你现在这个不是很好吃吗？我怎么了？我就地瓜叶很淡的，我给他，那直接都说走了。再接再煮的话，是，害我们都要煮的这么认真。等一下哈，你切一下。时间剩下三十秒。你不是你刚刚，你刚刚那个地瓜叶没有放红你切了没有告诉我？我怎么知道？好可怕！我切在这里，你没有用。我的妈呀！我们酒淋在这里啊。什么的？你属老鼠的吧？一个地瓜叶，你给我炒的跟什么一样？
个是盐巴的味道。太简单了，这我不会做。今天他们就白录了嘛。苗可丽，我看你就别再怪秀琴了。究竟这两道菜应该要怎么做？我们赶紧来看看阿基师的正确示范。经典的台菜要做出五星级的感觉，要注意到哪些地方？阿基师，麻烦这次我们讲清楚一点。来，好。耶，我们有牛，酱要薄，有没有？刚切太厚。切太厚了，薄。这个还是要刀工啊。我有刀工，来。他其实在切二十片，我在切几个。刀工决定视觉，刀工也影响口感。对啊，味道啊。啥？下鸡下这个鸡腿以前呢？鸡皮先下。一定要热。我刚有做这个动作。不是有穿烫吗？哎呀，穿烫怎么变得出油？从小都看你的节目，学的从小。你哪来这种气讲这句话？你从小就看，你刚刚会这样煮。他先煎，他要用那个鸡的油啊。刚刚切碎要这样。多从容啊！哦，你看，刚教我先片才切，好漂亮哦，乐琪。漂亮哦。嗯。西瓜好漂亮哦。对，超屌。太美了。油。油。地瓜叶。然后那个肉再切，地瓜叶，看切大小，大小是山鸡的大小，不是鸡丁啊，特别香。你下这些油待会是否地瓜叶的？哎，两边都会用到，都会用到。还有，好啦，一次把红葱油先炼出来，对，做三杯可以用，两边分是吧？对，两道菜都可以用，对对。这个是地瓜叶，这样就够两边用了，两边对，有这个东西，哇，好开心哦！再下一点油，这个油是哦，地瓜叶的，不是要用猪油吗？好，不是说要用猪油，猪油归猪油啊，这个是等一下，两边都要到位了，两边都要到位，要两种猪油，所以你刚刚只用一种油，只用猪油啊。你把这些新香料的油呢，先搞定了以后，等一下你怎么样煮呢？其实都非常容易啦。你也比料好些吼，不要落个蓝的拢老蓝到位啊。这样炒时间比较短。是谁？就我们汤哥。香油，香油，麻油，大声说出来。没有，他好棒耶。小心啊，你手不要烫到。看一下，你看，小心一点。他刚才被吓到了。这样最好对分数有帮助哦。我没有要分数，我只是关心他。哦吼！哇，好漂亮！我才坐在做的时候，我这包没变出来。你温度上来以后，一定要先炒糖。糖不能放在水里，要放在锅里。它糖色出来以后，你的酱油可以少放一点。哦。哦。糖非常加热到一定程度会变成咖啡色嘛？琥珀色。焦糖的颜色，然后上到，所以酱油可以少放一点。明白。哦。酱油。那我刚刚全倒也 OK 吧？有些人爱喝酒啊，不能太少。你的重点不是全倒半倒的意思啦，你整个鸡肉烧出来的亮度跟浓度呢没到位啦。哦，嗯，你说酒太多的时候，那个色没有扒上去啊。对。可是我刚刚一直把它收到清水里面，放上了一大汤匙的盐。盐巴？不会吧？谁吧？这是。是要干嘛？他把精油放对，为什么？让众人惊呼连连的步骤，究竟阿基师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？不会吧？谁吧？这是要干嘛？他把精油放对，为什么？他会烫，是不是猪油就扒在地瓜叶上面？是啊。你就去烫一下。你无用沙，你来炒，你头多拢在翕咯。你看两边含一许拢炒到，拢炒炒袂到，你知道？拢炒到规安尼乌凹黄啊，乌凹黄安尼。哎，对哦，这样。对啊，你即摆有猪油吼，伊就慢伫个许啊面顶啊。而且有加盐巴，那个会绿绿的。对对。西瓜可以在水里面待多久？
水下，滚水上，滚水下，水滚在下。嗯哼。那平常在家里这地瓜叶这样弄就……啊，你这种卖草鱼啊？阿坑嘞，阿坑嘞啊！记者，嘿，记者一起舞啊！嗯哼。水滚呢？哇，这水哦！哦。如果没有滚水起来会怎么样？没有滚水起来，里面的酸化酵素活动得很厉害，很容易变黄啊！哦，颜色没有那么漂亮。对，因为你没有完全直接用100度杀青的话，哦，50-60度哈，酸化酵素是活动得最厉害。用香油爆香啊！滚水下，滚水下。刚刚是用香油爆香的，你是哦？我不是，我直接用猪油炒了。你是叫我放猪油？我们也是啊，我们也是用猪油。现在让地瓜叶好吃哦，我们在外面热炒店热地瓜叶，3-5分钟就上来了。对啊，它会有它自己在厨房里面的一些套路的做法，所以一般家里面我们用家常的做法来看一下。我们有加吗？有，有加，但是是加这锅吗？是啊。你要加高汤吗？还是？对，有加一点高汤。要微让太嫩一点哦。会用蒜油的，对，会用红葱油哈，红葱油要用在三杯那个部分。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？还加糖哎，难怪我们就没加糖，因为我们没有放人工甘味料啊，没有味，没有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到现在还没有放黑麻油？是为了这细节，哎，这个不能放黑麻油吧？不是啊，这个三杯一个。还没有黑麻油吗？有没有注意到？油亮亮的。那现在这个九层塔啊。好干哦，说得好漂亮。对呀，颜色又漂亮。它放锅底呀，啊，一半，上面一半，上面一半。对，哇，这么加这拢全油诶。有。哎，你不是很厉害吗？我很厉害啊。哇，好厉害！我可能手法不对，但很好吃。哦，那个油有一些要弄掉，不要那么油。对。好，那这个进来以后，我们用一点点那个油，不要用一点点葱油在这边。哇！红葱头了，我没有把油倒进来。没有麻油，但是姜味还是好香。麻油现在才吸，麻油现在才吸啦。是这样，而且找一点这样。啊！地料料，多海料料。哎呀！这麻味就在蓝天。你这个做得很好啊。对。OK， 谢谢，完成。同志们辛苦了。哎呦，高级师为我们呈现的5星级地瓜叶，真的，感觉一下魅力在哪里，好不好？真的，哇，好香哦。这就是骨溜的感觉，软嫩，它不是烂，是软嫩。好惊艳哦，厉害，哦，好棒，太厉害。这么，那今天我们长幼尊卑，先吃妈妈，然后再吃女儿。好。是铁定能吃啊，但是家常菜，它有妈妈的味道哦，真的吗？哎呦，妈妈做的也是这样味道。那我们这边肯定就少了那个蒜香的味道，而且少了那个滑对滑的感觉。一般的蒜你们都是一起爆一起对对，闻一下它就像添加上去的香味。对，下次你们的来。那你们今天要吃吗？那哦哦。是有去晒太阳的意思，好养生哦。什么意思？好养生，有烫青菜的感觉。现在吃就是三杯鸡翅。嗯，好嫩哦，太棒了。大蒜也很好吃哦。大蒜会变甜。现在我都 Q 嫩，如果如果焦香 Q 嫩，所以我吃到你三杯鸡都想到我自己。Q 嫩吗？姜片，有一点，对 ，OK。Thank you。好，好。刚才吃了妈妈，现在先吃女儿，好吧？先吃女儿，先吃女儿那个鸡，来下一条第三票啊。好。其实我平常在家做还不错，怎么碰到你就觉得我很温馨啊？真的。好，这边的味道没有你摸你逼的。好快点。我们好像比较不够焦了，但是你的像红烧，好，比较没有三杯，但很好吃的，就是味道它比较重，酒味还蛮，对，有点比较，有点烧酒鸡的味道。可是我有放很多。下雨小酒味，准备，先举牌，一、
二。我会改进的。这边的肉比这边稍微入味一点点，这样快酱，快酱啊，掉龙转油啊。对不起。詹姆斯总监，你是关键性的那一票。我想地瓜叶两边其实都有各家不同的炒法，我觉得两边都成立。那三杯鸡呢，先不讲它的味道，因为每个人的味道也不一样。但是光是说色泽的话，你可以看这边跟阿基斯很接近。那这边离异可惜了，你应该再把汁收紧一点。2-1，恭喜领先。恭喜。指定赛接下来我们做的比较有人性化一点，先吃吃看，再来谁来帮我做。所以怎么样，基本上都不会走筋呐。除非你抽到恶魔，那就没办法。恶魔是谁？我们有鬼牌啊，两张鬼牌。我还好，我最近有进步。我有看节目，觉得你都还不错，对不对？陈哥比较厉害。跟你都帮我赢了。对呀，两个都很厉害。我都是你的。哇，你只帮我钱呢？因为我们两个都是你的福星。对。两个都厉害，先来吃吃看，吃什么？菜品请看。哇！茄子非常。茄子非常饱。哇！文英文来。好香哦！一个人各挖一汤匙，快点来。配饭多好啊！品尝十五秒钟，看他怎么切的。哦，看他怎么切的。麻辣锅的味道。计时开始。麻辣锅的味道，大肠啊，大肠有一种臭臭的味道啊。你又香香的。9、8、7，嗯嗯。这先吃吃看，大家还中间还可以再出来吃。3、2、1，来，平手请放下来，谢谢。我觉得有点难做。好，请放。请放下来。阿基斯说明重点。好吃。也就是把茄子的感觉跟肥肠接近就好，里面有一点辣豆瓣酱。起锅的时候滴几滴酸醋提味就可以了。起锅呀！我们要介绍一下，我们真的谁来帮我做？后面有六块牌子，现场你们看到的，除了你们有，我们四位在这边，还有两位在旁边呢，可以说随时伸出援手啊！欢迎吴锅师在那边。欢迎。现在我们准备各就各位。Yes。好，10分钟准备。什么时候可以出来抽？好，从苗可丽那边开始，来计时开始啊。茄子煮会变小吗？对不对？茄子，你不要切太小哈。那你看起来很会做菜，你看你切的多好。其实我以前常做，后来来台北拍戏就没再做过。可是你第一次来上我们节目跟林静茹来的时候，两个都不会做啊。真的啊？对啊，吓死人。可是我觉得你进步很多。就是变成要看跟谁了。我今天跟他，我也不太会做啊。的程度真的不行的话，可以求救哈。好，来隔壁这边请。这样切，这样大家可以比较好入味哈。李一刚刚没拿到票，会不会很生气？不会啊，因为我真的没做过三杯啊。我真的没做过三杯。可是苏苗可丽，你应该蛮生气的。我觉得苗可丽啊，我觉得你干得好。这个要不要怎么样？你帮我跟这个夏雨乔报仇啊？对啊，真的。他们俩输惨了，你居然赢他们哦！当时的心情就跟李毅现在输你的感觉是一样，觉得怎么可能？那个怎么挖？哦，真的。还有7分钟，来走，隔壁。有姜吗？姜，姐在那边叫菜出来了，出去看啊，出去看啊！哎，对，菜不出来，哎，看有没有姜啊？你给我跪出来了，有没有姜？哎，刚刚没有姜呢，会不会是姜末？是放生，会不会是姜末？哎，被救三五出来不啦？好啊，你坚强，你现在就要选，姜，确定？你什么？他可以帮你什么？有花椒油葱在里边嘛？哈，对对对对对。不然你不要慌，不然你要带回家用这个嘛？哈，这样。再来，好，可以了。你手不能弯吗？他太用力了，他紧张到忘记他的关节可以动了。怎么会这么紧张？对呀，来呀，你。直接擦一点了，你要集中到一边呐。哦。这爆到什么程度呢？差不多了哈。该倒掉的。难玩，你知道倒掉的？倒掉吗？哎，这边可以，好，可以，还
这样你确定够了哈？要不要再爆？应该够了。我够了就好。嗯。然后呢？要求救吗？要求救了没？我们可以把这个炸完再求救。好，让他们再多休息一下。可以，停下。哦，是要留这个还是留油？都要。因为你那没有爆这么香，大家还可以再用。那爸先爆了。有没有求救？有。牌子拿出来，牌子。下面。快！拿谁大喊大喊。一起说，一二。谁帮我要的人呢？来，谁来帮我做？一到六号。谁哈？你选啊，一或六。你选。那我选六好了。好。六号。六号选到的是。哇！一分钟准备，计时开始。我要插手。他的确是插手啊，因为少爷要换他做啊。对，我来插手，就是让他来做。还有什么要做完的？哎，你可以用说的，接下来。对，要什么？我现在先把这些先编哦，待会我会把这个豆瓣酱放进来，虾米要放进来煸虾，这个也要放进。我这边有刚刚那个花椒油，白醋是最后，对，花椒油也是最后，花椒油、白醋最后。我现在先帮你排出来，好，九层塔最后，对，最后要勾点芡了哈，要不要加水威呢？要加一点水威，勾点芡，好，我先要油呢，这空档先来准备芡，可以吗？可以，非常好。点，最后再淋一点。那先不要加水威，这个放进来，这里面的油已经够了。哦，油够了。等一下要多少？加水威跟酱油。水威跟气要扫出来啊，这也是香气要扫出来啊。好，时间到，平手。好，老弟，你帮我扛过来。好，隔壁也要求救了。最控制的水柱，加水威，快！来，大声的说，预备，起。貌合神离啊，来，一到五号去选择。一号选到的是。来，准备一分钟计时跟上。阿基把他拉回来，谢谢。你叫什么？你叫外公。阿基斯，你等我。那现在我们自己做吗？我们要尝一下味道。勾芡，可是我们还没有。我们还没有。他刚说什么？勾芡，太开心了。没有。勾芡，你先尝味道啦。先尝味道。对，不然勾芡来不及。阿基斯其实有时候叫他出来求救，他有时候要加点糖。他有时候是可以帮的很好。他有时候可是他很急的帮大家全部做一做，我怕味道都没有到。你们如果不知道收尾就完了。对啊，因为刚刚有时间的压力。你可以做完你洗嘞。可以了。干什么？你要确定要不要再加？加点气。买塞把贵哦。有点太少嘛，对不对？真的是，对不对？多。对不对？那真的是太多了。太多了啦！你怎么拿到盐巴？汤啊！吓我老公。
服气耶你。你不要跟我抢啊！你先跟我抢。阿基斯在古代就是韦小宝了，再尝一下，可就用这只哦。不好意思，收尾哦，来隔壁走，对不起。快！哎呦，你去试一下味道哦。少了什么还是？甜度够吗？够。嗯，这个油很咸哦，很咸吗？甜度是不是在加？你等一下，它会勾芡，会再勾芡哦。对，还会拉淡一点。啊，有让你做。但你的颜色真的比较深，跟阿基斯。颜色为什么那么深？酱油放比较多的。怎么了，学凤姐？很咸的，水放，水放，还会勾芡，没关系，水放。哎呀，所以，好好好好，不用担心，现在还会勾芡。拉滚啊！现场倒数。30秒，加油！30秒要完整吗？哎，我把牌拿去洗干净，牌子还用。是谁？是雪凤姐吗？是，我都爱你到底烂掉的感觉。你看它里面有没有烂掉？好了，差不多了。啊，就是如果现在觉得太咸，汤汁又多，可以把它倒掉一点吗？可以啊，是可以的。尝一下，那就冲淡掉了。好，没有辣椒。好，你试试看。现场倒数10秒。这么多，那是什么汤啊？茄子肥肠堡。勾芡，勾芡。有，好高，好高。来起来。好，你上桌来品尝一下今天呢，真的非常有挑战性的茄子肥肠堡，请。说到爱基斯是什么感觉？真牌，真的就会觉得说，为什么一个女人哦，只能要一个老公，真想把她带回家。是，就像我们郭子一样想到。当然，你白问了嘛！光看这个颜色，对呀，一模一样。你还要问吗？我觉得詹姆斯大哥，我们有你跟我们讲之后，我觉得蛮有机会。虽然最后感觉颜色深了一点，但是我觉得你知道，茄香嘛，就是要有茄子的香味啊，然后大肠的啊，我们刚炸的是我觉得最好的部分，还有詹姆斯也讲的好，所以我们非常有信心可以反败为胜。3票我们要拿走。感觉两边都十分的有信心，但究竟哪一边才能征服评审们的味蕾嘞？我们马上上桌品尝看看呗。好，我们再吃一下，让我们再感觉回味一下了。来，不是阿基斯，好。阿基斯，就是好吃。刚才谁赢？你们赢。先吃你们的。你刚刚有点烧焦了，味道。超味道。也不错。因为刚它持续在加热，我们都已经拿起来了，它还在加热出来，它就有点超味道，真的不是我们的错。还可以，还好。但我觉得还不赖，还不赖 ，OK。尤其那个虾子好香。来李玉那边，来，我也开心。没想象中糟糕。对。我们刚不是怕太咸？对啊，因为我刚还好，好吃就是好吃，但我们比较像它。但你的也很好吃。如果可丽姐再得到3票，你就可以拿到4只锅。今天，对，这是最好的状态。但也有可能平手。能不能这样？准备举牌。茄子肥肠堡获胜的是谁？准备1、2、3举牌。我是关键少数，对不对？对。最后那一个倒过来呢，原因在于我觉得你们在肥肠的处理上面，那个油腻感比较好一些。味道调味上面，我觉得在最后救回来了。我觉得救的还不错。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真的很难抉择，可是最后再多在你那个整个的肥肠到后面咬起来那个油腻感比较腻。我是这么想，对不对？但他不这么想，来啊，对，那其实堡类是一个重口味的，它的堡类重口味来讲，其实两边的调味有喜欢轻的，有喜欢重口味的。那其实致命上来讲，我会把分数投给这边带了一个焦苦味，你堡类你盛出来，你不管说口味再怎么好，再怎么接近阿基斯，你有一个焦苦味的分数就会整个就会压低。那因为它的重口味也导致于它的一个大肠吃起来比较不油腻。它如果是清淡的口味，这个大肠吃起来绝对非常油腻，而且味道很重。所以反而它这边觉得整个凸显了这个非常饱的一个特色，所以把分数投给这里。总结，您其实讲真的，假如说这不要那么重口味，那个油腻感可以把它降低的话，有可能3票全赢逆转，我一定会投这边的。那这边呢？
它虽然它底下刚刚烧的比较久一点哈，但是有一点点的那个烧焦，但是呢，那个整个它茄子跟肠子吃起来是很舒服的，很舒服的。所以呢，到时候我就投给这边了。OK， 对，总票数4-2，恭喜获胜。恭喜恭喜！两吃过两边恭喜各位。来。真的有，好来颁奖，师傅颁奖，两只大炒锅，恭喜，谢谢大家邀请去收看哦，上食堂，还上了两只锅，还上食堂，四位中间一起就位，好不好？来来。好了，也算是皆大欢喜了。嗯，居然没有拿到锅，也学到菜啊，对不对？那你们开心，我们更开心，因为我们会看到一出好戏。是，将会在礼拜五在台湾台，晚上10点，对不对？好，把这部戏再好好来做个介绍吧。来，雪凤姐。啊，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三立电视台29台哦，会记得哦。拜五暗时啊10:15，含笑食堂，好哩，含在嘴里，笑在心里，哇，我比完呢，准时收看。其实我是要再补充的，好来。杨志远变后郎啊，就是如果想看想讨厌我的人呢，要看到我变好人，就一定要收看那个礼拜五晚上29台《含笑食堂》，而且就在3月29号，对，烧了一手好菜。这一次呢，《含笑食堂》的主人翁就是这个40岁的女人，含笑，来自己补充说明。大家好，我就是含笑。我告诉你们，看了以后除了感动之外，里面有很多温馨的一些内容，然后呢，你更可以在里面呢。享受到一些，例如说，怎么做菜啦，一个做给老公吃啦。更重要的是，你会学会如何珍惜跟家人相处的时间，因为里面有太多太多感人的戏，值得大家驻足欣赏。哎呦，最后一个补充，应该不知道讲什么了吧？对，不知道讲什么。那希望我们这部戏《含笑食堂》能够一路长虹。就是呢，整个是在宜兰好山好水的环境下，是浑然天成。我相信这个戏也绝对可以看得出非常过瘾的美味，可以看得到美味，也看得到情感，对不对？也看到用心。3月29号啊，我们的29台这个好戏《含笑食堂》，希望给他们支持，谢谢他们，谢谢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祝全国喜欢美食的朋友天都幸福，晚安，拜拜，拜拜。主持人现学现卖复仇赛，艾利克斯夫妻来抢锅，较劲意味超浓厚。而郭主义菜开太难，让主持人很反弹。这菜叫做什么菜名？鱼香鲜虾卷。这个是那个杏鲍菇，但杏鲍菇呢要切菊花刀。你卖脑啦你！切什么什么菊花？哎，我刀工多好，我切蔷薇可不可以呢？老实讲，今年郭师傅设计这道，我都觉得蛮困难。其实哈，我们主持人天资过敏，绝对没问题。天资聪明了，天资过敏。对这道菜有信心。我在厨房里基本上是没有信心的，只是对到那两个人就有了。很好很好很好，我们就需要这种来宾。师傅帮我做，菜名叫什么？请看，避风塘炒虾。师傅帮我做。锅子冷呢，锅子冷就炒不香了，怎么办？我现在把它炒十秒，有一点香。师傅，不要炒我，不要炒我。师傅，帮我做。油是热的，郭师傅你要赢了。快速热棒吗？等下时间来得及，来得及，来得及。郭师傅说来得及。加了，好，加了。